说起金星，她是娱乐圈传奇的人物，一是她是现代舞蹈家，二是她的脱口秀主持人。小编最爱看她的金星秀，真是逮谁逮谁，口下不留情。她的毒舌让许多网友受不住，但也有许多人喜欢。金星历来不做作，直抒己见，不论是她的吐槽也好，吹嘘也好，很多人喜欢。可是越来越红，必定争议也是越来越多。很多人不一样的观点，以为金星这么做真是就是炒作本人，并且关于她的性别方面，观众们仍有争议。被金星毒舌过的明星还真不在少数，很多人都想和金星搞好关系，恐怕触怒了她。而金星确实是娱乐圈的特此外存在，由于她是变性人，可是我不以为这是一件光荣或许不可理喻的事。金星勇敢做出了本人的决定，而熟悉变性手术的人都晓得风险系数仍是十分大的，并且对本人的寿命仍是有一定影响的。可是金星却为了完成本人的希望，坚定地走出了这一步，光这一点就很多人做不到。而金星如今做变性手术已有23岁了，而不得不说金星胜利了，她的老公十分爱她，并且还收养了2个孩子。金星算是真正体验到了做妈妈究竟是什么感觉。如今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可是金星却由于变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。从模样上说化妆还可以承受，可是如果不化妆真的很让人难以承受，十分尴尬。原先在做变性手术的时候，医疗技术是不成熟的，如今的金星左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如今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理疗，祝福金星早日康复。